咱台湾的日本宪法到今仔日为止，伫法律上来讲，仍然有效。去年日本的外务省两个来跟我见面，我提出迄个诏书给看，原文的诏书给看，我请问，这有效无？用100%有效。啥那有效？日本天皇伊那定伫遐，讲伊有日本天皇，就有日本帝国。伊会记得我甲你讲这个观念。即马美国开始这边实施，要将台湾这块土地啊，要献给日本天皇。为对于你看会出来，这就是2+2。美国的国务卿和美国的国防部部长。为1945年战争结束以后到今日，两个人做伙去千鸟渊去祭拜，要去祭拜啥？第二次世界大战死去遐个兵啊，遐个士兵的灵位，这代表啥物意思？两个人相拍，和解啊，握手和解。要安怎？相拍嘛！我本来我来占啥物物件，甲占一个玩具，啊，平安嘛，对不对？来国际的事务啊，不是讲今日我要行你就行你嘞，豆豆是。所以我会当时这个所在甲你预测，你要听我清楚。国边偌久啊？安倍晋三啊！会愈来啊，愈勇，愈来讲话，愈来愈大声。去年尔呀，去年美国和咱，因为咱过美国以后啊，2006年10月2日是过美国，到即马为止，每一个月，咱拢和美国的四个单位拢有伫联络。一年前美国就甲咱讲，伊讲。阮就讲美国人吼，即有诶实在是未当讲大声诶，但恁要听无？较细声吼。美国迄当阵啊，日票对美金啊是79块对1块，79块对1块。美国有敢统一，我们将在3个月之内或者半年拉美金对日元1块对100块。我同时我听到这款消息了，你想你敢敢讲？你敢敢讲？那我讲一个国家79块贬值贬到100块的，够遐厉害？迄个小可变的吼，美国就到后壁咧靠呀，卡要会变，全世界拢讲话啊。啊，是安尼要变子，要予日本人马上伫一年内底，搁变出来原来地位，会好起来。所以你若无影，变做100块、100块、100块的时阵啊，日本开始国企啊，搁大赚钱啊。所以安倍晋三做是安怎讲？我日本要来负担过这个亚洲的安，迄、那个安危啊，迄、那个防止中国的武力的扩张，臭屁啊！你去看报纸，你家己转去看报纸，看有影无影？过去日本敢那虾啊，你敢敢讲？即摆开始有钱啊！所以你未感觉讲，当然安倍晋三在做首相的时阵，事先咱嘛知影。2011年12月30日，咱民政府办一个模拟会，千外人参加。迄当然，因为2012年1月14日要选举，美国甲咱讲，伊讲已经甲选过。马英九会赢，蔡英文80万票。哼，那时候
听到这个代志，我无啥敢宣布咧。迄阵阵蔡英文气势偌悬咧，迄个小猪啊，三只小猪吼，大家拢咧落钱啊。迄猪仔囝送偌济出去，我唔知恁送无着，送无着。但迄阵我就甲大家讲，你唔通去投票，咱来拒绝投票，因为投票让中华民国的生命搁再延续，是害死台湾人。啊，所以你唔通去投票，好唔好？大家讲好。啊，真正歹去投票，喝酒，生活拢喝酒。我你若去投票，我巴肚疼。投了干的嘛是要输八十万票，啊，这八十万票，咱老早咧讲好啊。美国已经老早咧做好啊，恁会安怎拢都知影啦。安倍晋三还未做，还未去做迄个首相的时阵啊，美国讲，迄当伊有跟咱好讨论，用阿丹支持啥，阿丹想要支持啥，我也无捌什么日本人啊。但安倍晋三有派助理来跟咱上课，我可能捌一个安倍晋三，啊不就他。伊讲伊会赢四分之三，三分之二大于三分之一，少于四分之三。个人投票，拢够足准的啦，拢有够准。所以我咧想讲，你美国伫台湾。有两千名 CIA 在咱内底，你日本嘛唔知影偌济，但是你对日本的国情、对咱台湾的民情，拢我都来了解甲正清楚。坦白讲啊，足无简单的。啊，所以呢，2006年的十月二四，咱过美国以后，2009年四月七日，国电会议宣布，头拄我讲五点，本土台湾人无国籍，本土台湾人无政府，本土台湾人生活伫政治的内角。什么是政治的内角？就咱拢在消算计啦。承认美国军事政府要不占领台湾。第五点，要求行政单位要主动协助原告林志坚等218名。所以，2009年四月七日接到判决书以后，我搁上诉，他最高法院作出的。2009年八月初六，美国的国务院对外哈正式宣布放弃抗辩权。什么叫放弃抗辩权？讲阮已经放弃啊，全国讲的拢拢对，所以十月初六。美国的国民最高法院宣布，本案暂时先放在边，等待审理。啥物呢？因为台湾民政府还未做好准备，要来接金政权啊。爱所爱不正义，我跟你讲，你去讲，我唔敢。你有人无？阮遮拢人啊呢。你讲我嘛？你准备四年的高级班，有读法律的来接政权。台湾民政府，你当年。2010年的十一月初六，在台北成立。然后2011年的一月十四开始设立，延续，开
开始训练人，足见识的。三年内底，阿未训练三千人，逐礼拜拢上课啊。你看台湾人偌皮都好，先讲到这，休息十分钟，多谢各位。